的结束即将来的，圣经鼓励基督徒，重点放在永恒的喜悦，等待着他们在天堂。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耶稣基督，不是带走任何世俗的模拟活动，即是有实现的。这是书面的，如果，然后你提出了与基督，寻求那些事情上，在基督的事，坐在右手上帝。设置你的心上，上面的东西，不是在事情在地球上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和你的生活是隐藏在基督的神西三比一至三。教训我们，本地球只是一个市场完整的分散注意力的活动，信徒必须小心不要被困住他们。我们的基督徒必须不失去意义上的精神理解，以充分处理这个世界。我们必须在圣灵抵抗魔鬼和他所有的诱惑。此外，我们必须腐坏我们的肉体抵制的罪过。的圣经鼓励我们采取积极步骤，争取作为圣洁，写在西三比五，因此把死你们在地球上通奸、污秽、激情、邪恶的欲望和贪婪，这是偶像崇拜。在此外，经强调需要道德价值观和天上的价值的活动，如在西三点十二分到十四，因此作为当选的上帝和神圣的亲爱的，把招标的怜悯、仁慈、谦卑的温柔、忍耐、轴承和宽容的一个，如果任何人有一个投诉，甚至作为基督原谅你，所以你也必须做的。但是上述所有这些东西放在爱，这是债券的完美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我的理解是，涉及基督教承诺的活动比成为一个仅仅是名义基督教徒。你需要更多的牺牲，从我的嘴唇服务。事实上，我的信仰不会被测量机、对数字的圣经我已经或数量的宗教活动我执行的。你需要一个致力于心痛悔的精神，因此我愿意给你你所需要的。我已经准备好，生活一直致力于生命给你。我将按照圣经和走，在圣洁。请赋予我你的圣灵来满足你的预期，这样我可以有资格获得你的王国的名义。耶稣基督，我让我的请求。阿门。